哪个口走比较近一点？应该是这边。我送送你吧。 怎么跟你说呢？今天这个相亲都是我爸给安排的。我现在的状况你多少也了解一些，其实挺不适合谈这个事情的。那如果你告诉你爸，我们两个没谈成，他是不是会很生气？他会。那你就告诉他我们俩谈成了，我有时间也会经常过来看他的。 你救过我，这次就当是我还你的人情。我听王大妈说，老人也没多长时间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他高高兴兴的离开。小倩，那这样太为难你了。反正我下班之后也没什么事儿，陪老人聊聊天不会耽误什么的。那太谢谢你了。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那你现在是在哪工作？在另外一家珠宝公司做打字员，虽然薪水比以前少一点，但是心情很开心。以前在凤凰公司的时候，实在是让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元水瑶的关系啊？其实我一直工作都很努力的，有的时候是出点小错误，但我已经尽力了。 可他开除我那天，竟然是那么的绝情。那天在马路上，要不是你及时拉我一把，我真的不敢想我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我能在凤凰那样的大公司工作过，对我来讲已经很知足了。对，打字员这份工作挺好的，虽然累一些，但是很稳定，没什么压力。作为一个女人，我觉得最重要的。 应该是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想找一个踏实的人，能跟我好好的过日子。这样我就知足了。等等，问题在于你，你明天就要考试了，千万别紧张。好好好，不紧张啊。还挺让我操心的。 帮我拿着，快跑，快跑！大龙，傅大龙是我的同学和朋友。那天出于哥们义气，我几乎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包你东西，跟我走，快点！刑警官，张三，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 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像朵朵花儿在开放。花儿向我们点头，小溪欢快地流淌，它们向我们祝贺，为我们歌唱。我没有供出大龙，我也不敢告诉小华，因为不确定他知道了以后会做出什么反应。就在那天晚上。 一切又回到了起点，甚至比起点更糟。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考试规则大家都听清楚了吧？大家一定要注意考场纪律，不许偷看别人的卷子。
还有要注意坐姿，还有握笔姿势，一定要考虑清楚了再答题。袁总，人到齐了吗？嗯，除了张三，大家都到齐了。他电话也打不通，要不要等等他呀？算了，开始吧。好，小敏，哎，快去。三现在在派出所，你能不能把他救出来？他犯什么错误了？他也没犯什么错。哎呀，其实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但是你知道这次比赛对他多重要吗？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只有你了。我知道了，继续考试吧。上车。袁总，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安全带。好。结束了，谢谢。比赛时间已经过半了，别紧张，尽可能答卷。给他一份试卷。张三，坐在副大郎旁边吧。时间到了，说吧。好，时间到，停止答卷。我说停止答卷，你没听见吗？
儿子，考得怎么样？不知道，反正我都做上了。能考100分吗？不知道，反正我都做上了。嘿，你还跟爸爸卖上关子了你？那你能考100分吗？我也不知道，我都做上了，我把该做的都做上了。什么叫该做上？该做上就是应该做的，全都做上了。那就都做上了。对，都做上了。干嘛？老爸，快跑！公交出来了。哎，天一啊，你还没告诉爷爷这次你考的怎么样啊？我都做上了。哟，都做上了，那爷爷要对你有奖励啊。那爸爸也都做上了，爸爸有奖了。是吗？哦，爸爸也都坐上了，哟，那都有奖。那奖什么呀？奖什么？奖什么呢？哦，对了，爷爷只有2只苹果。哎，把这个大的啊，奖给我孙子。谢谢爷爷。哎，不客气。这只呢，奖给你爸爸。凤凰杯美丽人生超级助考生大赛培训考核阶段已经结束，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公布成绩排在前10名选手的名单，进入前10名的选手将进入下一阶段的商业实战比赛，而没有进入前10名的选手，很遗憾，你们的比赛将在今天终止，但是我希望各位不要气馁，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大家努力再创一片新的天地。好，下面有请袁总公布10强选手名单。念到名字的选手呢，依次站到台前。我宣布一下进入凤凰杯美丽人生超级珠宝商的10强名单。第一名陈天宇。第二名艾美丽。第三名林爽。第四名方大仲。第五名傅大龙。第六名夏小雨。第七名沈丽。第八名苏亮。第九名陈光。第十名鲍健。恭喜十位进入10强选手。哎，三哥，三哥，你干嘛去啊？恭喜你，我得到学校去接天一了。哎，要不咱们找个地儿？我不去了，我来不及了。哎，袁总，感谢啊，我这获得第10名，前10名，你看我高兴的，语无伦次的。那个张三第几名了？11名，很遗憾啊，差一名。哎，不，袁总，
平一，爸爸，试卷拿到了吗？拿到了。你考几分啊？自己看呢。哟，100分啊！哟，2个100分。真棒。爸爸，有什么奖励啊？你要什么奖励啊？我要的奖励就是你也拿100分。你拿100分了吗？哎，等过一阵爸爸有空了，带你到动物园去，好不好？你到底拿没拿100分啊？天一啊，你考得真好啊，你就好好学，你长大肯定比你爸爸有出息啊。你到底拿没拿100分啊？考几分啊？你就说考几分。爸爸考试没通过，没有通过不及格，知道吗？天一拿了2个100分，爸爸不及格。那你是不是不能拿冠军了？你说呢？大龙，你怎么在这儿？三哥，怎么了？你先坐，来来来。你先坐着，三哥。我决定退出比赛。退出？为什么？因为，你前头就差一个名次。如果我退出了，你就能进前十，你就可以继续比赛。干嘛？你想帮我？不是，我是觉得吧，这是你应得的。这次要不是你替我进局子。耽误了考试时间，那说不定你现在还前5名呢。大龙，你千万别这么想，真的，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虽然我不能继续比赛了，但是我证明了我自己。现在我起码知道，在培训班那么多人当中，我不是最差的一个，甚至还是前几名，对吧？如果我把试卷全答完的话，真的，我找回自信了，这比拿冠军还重要。我也想了，我准备重新去考一个鉴定师的资格证，这本来也是我的专业。其实这事儿我早该办了，等我拿到资格证，我就回凤凰公司重新应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强强联手。那你儿子怎么办呀？这么短的时间，你上哪儿赚50万去？天一是我儿子。他不管到哪儿，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我儿子，这个事实谁都改变不了。小华想把他带走，我也能够理解。我现在这种处境的确是不行。等我以后找到个稳定工作，我再把孩子接回来呗。小华这样做也不是为了钱，他也不是为了50万，他看重的还是我能不能当好一个称职的父亲，能不能给天一一个幸福的生活，能不能重新找到我自己。没事，三哥，对不起啊。别这么想，你自己好好比，拿冠军，一定。爸爸，今天我来洗碗吧。真乖，还是爸爸来洗吧啊！你去看电视。天一，妈妈，天一啊，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汤姆和杰瑞，真聪明，去爸爸房间看吧。哎，那你们别吵架啊。知道了。有事儿吗？就给天一吃这个。怎么了？我有事儿跟你说。我在网上已经看见你的成绩了，
我今天有两件事要跟你说。第一，我要把天一带走，我给他报了一个英语口语学习班，明天开课。第二，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如果你买也可以，不过我想你应该买不起。如果你买不起的话，我给你三天时间从这儿搬出去。你要把房子收过去，这我没有意见。你能让我在这儿借住这么长时间，我已经很感激了。但是天一你不能带走，因为我们协议书上规定的时间还没有到，你不能把天一带走。你觉得还有必要等到那一天吗？怎么没有必要？没到最后一天，谁都不知道答案。张三，你醒一醒吧！你以为老天爷还会给你一个这样比赛的机会吗？即便是有，你能拿冠军吗？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告诉你，再有一个月，你的状态依然是这样。就算我给你一年两年的时间，你不会有任何改变。你从这儿搬走以后，你住哪儿？天一跟着你住哪儿？能不能为儿子想一想啊？你说什么话都没用。你不喜欢讲法律吗？我们协议书上写的清清楚楚，你自己签过字了。你现在把天一带走，我马上去找人给你打官司。我没律师，我请不起律师，我照样打赢官司。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我俩谁不讲道理啊？咱们都冷静一下，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张三，我问你，你以后用什么方式赚钱？去当小丑，送花？你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张天一有个小丑爸爸是吗？你觉得那很光荣是吗？我再问你，你接下来怎么生活？你至少让我感觉到天一跟着你有希望吧？可你的希望在哪儿？希望就在希望应该待的地方。我小丑送花怎么了？我小丑怎么了？我从来没觉得丢人，我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怎么样，顾小花，你没资格来说我。你说什么话都没用。我们离婚协议书上写的很清楚，规定的时间没到，你不能带走天一。我就这句话。好吧，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我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以后，你还是这种状态，那我一定会把天一带走。到别的地方去，你还愿意跟爸爸在一起吗？住到哪里啊？住到一个很不好的地方。为什么不住到这里啊？因为爸爸不能住在这里了。行行行，只要和你住在一起，哪儿都行。哎，我先给你表演节目吧，无敌旋风脚。看着儿子在开心的打拳，我心里很难过。他对我的要求并不高，就是和我住在一起，吃饭睡觉。可是就连这么简单的要求我都无从去实现。先生你好。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看看。哎，先生，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顾客，我向你隆重推出东郊园风光海花园封闭社区，最低价呢每平方米5700元，我可以给你打个95折吧。我是想租房子。租房子啊？哎，先生您看，您看这套房子，这套房子呢风景也挺好的，交通也挺方便的，一个月要3000块钱，128平方米。这太贵了，我想要便宜点的。便宜点的？
哎，这儿也行，不过就是市厨的这个市郊，一个月要800块钱。还有没有更便宜的？更便宜的，有一套房子，一间房，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间，一个月要300块钱。哦，那我租一个月。哪有租一个月的呀？都是租半年。那你这儿有没有短时间租的？没有，我挺忙的，您先自己看看吧。新开的，进来看看，怎么样？这个店可比咱那天好多了吧？啊，这个地条好啊！别看那扎堆经营有竞争，可是人气旺。这个店是我跟王大山合开的。王大山？对，就那个老王啊，他不懂文物还想开个店，这个。那你还跟他一块开店？嗨，他有钱啊。再说了，现在做生意啊，就得讲究一个人脉资源呐。你这些货都是从哪儿来的呀？强子送来的。这放眼望去，可都是赝品啊。嗨，就摆着好看。谁把值钱东西往这儿放了？哎，你这月租多少钱？1000。就这么一间啊？嗨，还一个仓库。这个仓库呢，我不想租出去，也不知道干嘛用。仓库？对啊，在哪儿啊？就在后边。哎，你带我去看看。看仓库干什么呀？您带我去看看。你真没事吧你啊？啊，我看看。干嘛非要看仓库？不瞒你说，陆小华要收回他的房子，给了我3天时间，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陆小华怎么这样呢？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现在租房子，人家都是半年起租，还要交押金。我身上又没钱，我看你这能不能住？在这住？哎，这怎么能住人呢？三儿，出号车前面啊！我可不是不让在这住，咱哥们谁跟谁啊？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可这个地方啊，实在不是住人的地方。你先看看吧。这儿倒是挺大的啊，是够大的。有电吗？电有啊，就在这儿吗？380都有。水呢？水也有，那不就在那儿吗？厕所都有。哦，和这个地方它不是住人的地方啊。我就住这儿了。真住啊？真的住。老李，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我真的没得选择了。那天一怎么办呢？天一。我想别的办法吧，实在不行，先把他送到小何那儿住上几天，我在这住2天过渡一下，过2天我再想别的办法。哎，这多少钱？骂我呢？三哥们谁跟谁啊？不过这么大面积你也不是白住，知道吧？我前面店里有什么事儿，你给我长长眼，一举两得。行，算你帮我一个忙。帮什么呀？这叫帮忙吗？三儿，你帮我往上靠一靠。啊。别忙活了，你坐下。啊。再近一点儿。把你手给我。
你这两年也见老啊，回去把胡子刮刮。我可能真的不行了。 三儿啊，爸，对不起你啊。从小到大，我把你什么事儿都包下来了。我安排你这儿，安排你那儿，安排你工作，安排结婚。 你什么都听我的，可是我从来就没问问你是怎么个想法。我现在认识到错了，我压抑了你，压抑了你的个性。现在。 我算是看明白了，所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管你了。什么事儿，你都自个儿做主，一定要学会自己安排好自己。你听见没有？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死了，对你也是个好事儿，你可以从此就独立了。好了，你去忙吧。 我有点累了，我想歇一会儿。阿姨，垃圾桶用英语怎么说呀？应该叫 trash can 吧？不对，发音不标准。那应该叫什么呀？ 应该叫 trash can。 trash can。 trash can 对吗？对了，100分。阿姨，能帮我保守一个秘密吗？什么秘密啊？不要让我爸爸知道我们在捡瓶子，我不想让他知道。好，阿姨答应你，帮你保守这个秘密。谢谢阿姨。 我在去那边看看。嗯，嗯，好，我知道了。您就放心吧，一定万无一失。您放心，啊，好，好，好，再见。孟总，你找我？新闻发布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啊，这次新闻发布会很重要，这是我们美丽人生比赛第一次与媒体打交道。 也是比赛进入第三阶段的选手，第一次公开亮相。新闻发布会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我们下一阶段的比赛。刚才董事长已经打电话过来了，很是关心的。我可向他打了保票，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出差错。放心吧，孟总，我们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一定不会出差错的。好，那你去忙去吧。 我去接电视台的领导。好，我这就去。后面的这个，跟前面队齐了，这边左边，上面两个这边啊。袁总，嗯，准备的怎么样了？嗯，基本都准备好了。一会儿你再看一下，包括选手的服装和首饰，每一点都不能疏忽。好的，我知道了。
你好，袁总，我是《凤花绝代》杂志社的记者，能占你一点时间问你几个问题吗？我在工作，一会儿开发布会的时候会给你时间采访。嗯，那好，谢谢啊，再见，再见。第十名包健刚才打电话来，说他急性胃肠炎，要退出比赛。什么？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十强少一个，这比赛怎么进行啊？再说了，对我们公司的信誉也太不好了。这样，按规定把十一名顶上来。十一名？不行，十一名是张三，刚才他们打过电话了，他手机关机了，联系不上。要不找第十二名？那怎么行呢？就按规定，一定要找到他。这还有一个半小时了，那能来得及吗？来得及。去送花了，阿姨。齐总，爷爷怎么样了？爷爷，爷爷，阿姨来看你了。叔叔，您好点了吧？我来找张三参加比赛呢。你们不要瞒我了，我都知道。叔叔，是真的，您踏实养病啊。等张三比赛回来，啊！好，张三在吗？哦，出去送花了，那不就是吗？不能拍，对不起啊，小郑，赶紧把这打到后边去，快点。马台长，您请。好啊，谢谢。莫总，人找到了吗？找到了，正往回赶呢。得多长时间？不知道啊，要不晚几分钟开始吧。可不行，记者都等着呢。那怎么办啊？二十开始。好。一会儿到了公司之后。我给你找件员工的衣服，你先穿上。见到记者别紧张。各位来宾，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来参加凤凰珠宝有限公司举办的凤凰杯美丽人生超级珠宝商大赛。我们经过了第一个阶段的面试和第二个阶段的培训考试，今天顺利的进入第三个阶段。这是我们第一次开新闻发布会，谢谢新闻媒体的朋友到来。谢谢大家。下面有请采访会的孟总、孟先生给大家讲话，来来欢迎欢迎。我在哪换啊？就这儿。名字带好。好，下面有请十强选手入场，大家欢迎。第一名，陈俊宇。
怎么办？他们已经开始上场了。从安检出口，什么都不要想，快去。第三名林爽，第四名方大仲，第五名傅大龙，第六名夏小雨，第七名沈丽，第八名苏亮，第九名陈光，第十名张三。